聊，老人家在玩的游戏，能不能有点年轻人的东西啊？每次剪都觉得很无聊，都快剪不下去了。我心好痛啊！我决定啊，我也是肉做的心啊！那么久不见，哇！三个月没有见你哎，真的超级久，开心吗？今天应该不会太辛苦吧？看到这个觉得很开心，可是昨天没有收到 rundown， 觉得出事了。只要没有跟我们行程，就是一定有什么。如果说没有疫情来打扰的话，我们是这时候应该是在全台湾闹劲，而且我们这两百集的企划人员就是这一位嘛，对不对？对对对。跟观众讲一讲，你每次在剪我们袋子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有很多杂音？你心里的杂音跟你自己讲什么？非常多，无聊。老人家在玩的游戏。能不能有点年轻人的东西啊？真的，我心好痛啊！每次剪都觉得很无聊，都快剪不下去了。我决定啊，我也是肉做的心啊！加油啊！加油！加油！自己听里面人这样讲自己的节目，你看够真吧？对，怎样？如何？今天有什么？这个是微热豆吗？啊？是热豆的概念吗？不是你的愿望吗？谁说是我的愿望？你每次的，对啊，你不是很想念？我怎么全身觉得痒起来的感觉？要来了是？要热身了是不是？今天是特别企划的制作人。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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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讲讲，大家加油啊！要追得到我的车尾灯啊，小心啊你啊！他可以吗？他没有，我可以啊。你不要跟我一对啊！他可以不要跟我一对吗？很难说，很难说。我今天有为了这个健身哎，他每次都选错时间，他都前一天健身，然后自己铁腿。我是最后一个到的，还没。啊，可惜了，我被淘汰。我最想做的是抢夺两百万呐、啊！我不晓得你们是安排什么。贵公司是有赚钱，认知自己。真的有奖金吗？你看制作人坐在那边，你看这制作人是假制作人，那你再跟这两位整组牌讲一讲，无聊。来点年轻人的东西吧。因为我都没有参与企划这一部分，所以让大家沉沦了，对不起。赏叶的啦，里面还有木炭火种。那个肉要赶快退冰的啦。要分到木青跟那个也是，拖油瓶就惨了。拖油瓶，拖油瓶。他刚刚走过来说，我们两个不能当拖油瓶。我说拖油瓶是你，不是我。他叫阿拖，他叫小油的。他们叫拖油瓶的人。我怎么会是拖油瓶？我是强健，有吗？哇塞，你说为什么对自己有这么深的误解？如果用口罩分组，我会跟他一组，我赶快去换口罩。怎么会这样子？欢迎来到夏日热斗啊！那么在我右手边是耗子队，在我左手边是勇烈队。哦，完蛋了！你有这个小油，你有小油。你有这个小拖，小拖跟小油。今天是因为欢庆我们这个闹着玩成立两百集，哇，两百集的一个特别企划。那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一个关卡，来。答对，大家很聪明，今天就是微热斗。是不是？真的，没想到哎，加微热都会突然热斗啊！是看到这些黑衣人就有一种肃杀之气。对，哎，等一下，你为什么你穿白啊？查乐，他是其中一员，不会吧？你这什么态度？都什么态度？你讲话的时候仿佛他也射中了。因为很多网友都敲碗热豆，敲碗热豆，对不对？刚刚已经有介绍小拖跟小油嘛，小瓶出现，哎呀，拖油瓶三人组正式成立。说到比赛就是要分组，那个陈木青跟 Jesse 出列。他们是队长，小拖小油是队长。我是队长，我是队长，哇，好久没来，你就当队长哎。好，我会加油。哪来的想法让我们当队长？还是你跟他跟阿妈你们三个人一组好了。那我们直接叫健身回家。我要叫车。对，中山堂啊，来不及。队长对不起。真的是笑死。那接下来进行的
的就是要分组了。第一轮要比大还是比小的？先比小的吧。好啊，比小。最后是要那个啦，每个关卡都有扑克牌嘛。还是这个老二最强啊？六。S 最大，哎呦！第一轮我们先选 Jessica 跟云星，请出列。其实都可以啊。今天胜负，今天有胜负，会影响今天晚上的心情。都要罚钱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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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跟 Jessica 同一队啊！哇，这下赶快哎，没事没事啊！不能让我上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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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有我啊，对啊，对，有队长在，有队长在，有你，你让人好放心。这边有写，我知道，队长好。哎，剩永烈一个人怎么办啊？当然，我们那个来来来，大魔王，这一张抽牌很重要，好不好？第三轮选秀，我的。比好比好，三二一，啊！没有比划，两个都一样烂，你看你们两个有。三二一，哦，不一样嘛，就一起打。你换你换你，队长选谁？我觉得谁都对不起，我选你。队长，队长，队长，好好来，请宣布，请宣布，宣布什么？欢庆两百集为热斗宣誓词，欢庆两百集为热斗宣誓词，我陈慕清，我陈明义会，会以健康活泼的心情，快快。等一下，他们也要讲。健康，快快等一下，等一下，他们也要讲。跟你讲啦，快快乐乐的餐，面到餐呐。快快乐乐的餐，快快乐乐的餐。家闹着玩两周年，家闹着玩两周年。干嘛？这个是快乐乐的餐。两百集为热闹特别节目，我们愿以手法负责合群。我们愿意守法合者合群部，生气不偷懒的精神，生气不偷懒的精神，遵守大会规定，遵守大会规定，服从判决，服从判决，很酸嘞，快点。是宣誓代表陈慕清、柯佳琪，谨是宣誓代表陈慕清、柯佳琪。哎，你们两个代表你啊。庆祝两百集，我们牛奶总监有小礼物要先送给各位，大家口罩是戴得有点闷，送各位高级货，对，就是那个，送给你们，耶！高级，这个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口罩，我已经戴了一阵子，觉得很棒，然后这次就带来给你们，因为现在每天不是都要戴。这个周期的量还是有一点点的干板，它这个就是有两层的，然后我们只要清洗内层，然后外层的这个呢，它是一个透明纸，就是可以抗菌。社长应该也戴一阵子了。我觉得它跟一般口罩最大的差别是说它戴了很透气，它不会。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对空间，然后它这边还有刻意还开了一个小小的孔，所以你呼吸起来非常的顺畅。我昨天有戴这个去爬山，你怎么会去爬山？不爬山。带着在爬山，但其实它有点湿掉了，但呼吸起来也不会觉得卡卡的，都很顺。而且女生就是有那个化妆脱妆的问题，这个就可以擦口红，因为它会把嘴巴这边撑起来，它这个嘴巴这边才是有空间的，好舒服啊！就是它碰到脸的感觉很舒服，一点都不闷呢。啊，我要那个链子。有啊，里面有链子，因为它这边是可以调节的。我里面有链子，我要拿出来。是每个人脸型不一样。其实牛奶有先给我，因为他说我运动可以用这个，然后我实际用这个跑步，超级舒服。它是一个是运动款的，它真的是内外都有开一个洞，所以超级透气。我马上昨天就说我要订五个，好屌哦。最近新的环保议题就是口罩垃圾太多，所以这个可以重复利用，很赞。那个阿哥不会挂链子，谁帮他？谢谢。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啊！谢谢。快结束。哇，很好看。
们好有一致性哦。哎、欸，我们这样质感有大提升吗？我们这个团体的感觉。有，你们这个团体也不错哎。对，跨国道感觉可以做到400级耶。木青队先分析一下你们这组的战力，因为不一定是体力嘛，对不对？我们这里有一个是聪明的，然后这个是你是什么？你自己讲。你先考虑你是什么吧你。的，因为有时候是比小嘛，对不对？啊，你嘞？他是没有，但是你好胜心很强。对，因为呢，他跟耗子不能同一组，他们两个都是这样子，这样分开刚刚好。我觉得耗子还有 Jessica 他们的体能都很好。我是运气很好。真的、哦。阿妈就是我们吉祥物，吉祥物，神主牌，神主牌，都是玩打架的，玩打架游戏，我们会打。很爱钱的队长。哎，给你差的话，你差谁？参赛者不能差。不然一唱的话，我可能会打假球，对不对？不行，我们会赢，我们有控制歌。我们本来就会赢，不用怕。虽然说他们那一组有两个男生，对不对？我们还是有机会。我们有两个男生呢、啊。没有，我一男带三女，我跟你说。制作人，依内容而定的话，哪一组会赢？很难说，真的不很难说。很難那运气就是实力最大的部分。没错，好，我要宣布第一个安心。来，请这一队先报你们每个人的年纪。啊？报年纪哦，41、27、30、42、140。他们都不公平，他们两个、欸欸，我们都赢你们了。对啊，我们是140。什么140？你可以换队长吗？我是27，我44，32。等一下，你才50啊？有没有谎报啊？我们153，耶！赢了。因为庆祝200集，我们每一关都有200分。然后因为我们是年纪很老的 YouTuber， 所以这一关是年纪大的获胜。什么？节目的逻辑到最后一关可能就是20000分，然后最后一关就可以翻转，对，前面都没关系。好，那我们第一关录完了，录完了，我们出发了。耶！最喜欢这一种的，哇，好累哦，没有意见，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没有，不足，冲出去就输了吧。半年，我想要睡一个好的房间，还是这个也是。要我们付出努力，当然，不然呢？怎么连上厕所你也要拍啊？上厕所也是个关卡吗？走，上完了就上车了。哎、欸，不能上车，不能上。有任务的，对。当然。对，应该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好让大家舒展一下筋。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些老弱妇孺，你不让他动一下，他不会生气的。欸看，真的，我这边写，各位老弱妇孺坐车坐那么久，应该要需要活动辛苦吧？第一轮比赛真的要正式开始，大家开心吗？耶！哎、欸，我是哪？在这里，这里。你是这里啦，同学。不好意思，你马上拜托而已。这一关要玩的是两队的团结力，叫做脚开开接力赛。很低，还是放弃好了。我攻略哦，就是要持 K
体力比较好持久的放在前面，因为要撑比较久。嗯嗯。哎、啊，你把你自己排在第几？我排在第三。想必第四棒就是 M 了。对。那我跟你讲，最后一个决胜负，他如果可以再拉长一点，因为他现在已经有标准。我觉得我们就短一点，因为比不了。可以有机会，有机会。我们平均身高好像有比较高一点。哎、欸，对不起，我错。那我最后一个吗？我最后一个好了，好，你最后一个，先九千斤，再来一点，二棒耗子，哦，顶着我，你看，你看，阿妹，阿妹，哇，阿妹，我太急了，哎哎，哇塞哇塞，哇，又小屁屁腿很长，小屁屁再来一点，一掌，五，四，三，再来一点，再一点，好，这里有，这里有，没有差很多。哦，这个哎、欸，哦，一个云数可以赢那么多哦，恭喜啊，唐先获得我的信票哦，哇，木金好厉害啊，木金队，等一下，这个应该要400分吧？哇哦，这个凭什么200分的？你凭什么？运气也是很重要的啊，没关系啦，阿嬷很努力，好啦，敬老尊贤，阿嬷可能又爽又打不开，耶，平手。地上呢？这一关好精彩哦！这里还有下一关。我怎么觉得现在改编紧紧的？哎，但报告老师，你再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拼到底是为了什么？有赢的可以怎样，输的可以怎样？有人赢的，就是我会影响今天晚上睡觉的事情。200万，对了，我们要赢，我们要好好睡觉。晚上睡很好的。输的一定是真的要去露营的、啊，对，输的最惨的啦。我们这关叫数字猜拳，这个游戏我是在一个关怀老人的 YouTube 频道看。关怀老人，这个好适合我吗？它就是要活化你的大脑。剪刀是200，布是20，石头是2，两个人猜拳，最先说出你们两个加出来的数字是多少？太难了吧？太难了，我又忘了，200，好难啊，200，然后嘞？好难啊。自己在200的时候，你就要想说那三个数字有什么，快点。400、220、222了。以耗子的个性，耗子很喜欢出石头。这么清楚，他每次都出布，然后他喜欢出剪刀。你们出的要，你们出的要撤的，不要对对方的那个正确啊，因为他是对镜头是正的，但是对方是撤的，剪刀是的布，他这样一下，那一刻他就输了，懂不懂？OK 吗 ？OK 吗 ？OK 吗 ？OK 吗？好不好？好，好，准备好了没？好，不要紧张 ，OK 的。没事，来，我们再来拼个腿，来，再来拼一下。他一直忘记数字，哇，好紧张，好紧张，哎，好紧张，好紧张。你们是帐篷吗？你们？剪刀石头布。200。木青队获得200分。200。哦，心脏跳好快！我对他好紧张，他数学超好。他在那边虚张声势。哎哎哎哎！400。哎，我刚刚看到他，不行，他刚刚这样子。400。现在对200分。还干嘛？奥博奥博，等到很紧张。你这样搞的，你这样还有智障，还有这样子的。先拿一只准备骗他。就拿那一只，假装好像那一只要骗他。我们已经讲好了，我们要出这个啊。对，他现在就是在骗。我们要出这个哦。看那社长的数学，我自己怀疑我自己。七八，你觉得？哎呦，哇！耶！不要这样，不要我摇他，你下去。八七五十。啊！不行了。剪刀石头。200，400，400，400！哎，他先讲200，但他错了，他错了。你有毛病吗？怎么算也不可能是200呀！没有，他就讲了200。他说对方，对方是200，对方是200。你还说 Jesse？ 哎，你在讲什么？我们队长，好没理了。哎，我真再获200分，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赢，好棒！等一下，等一下，他哭了，不要跟我讲话，我要全神贯注，大家冷静，大家把牌都拿好啊！我要赢，剪刀石头布，一起，我们同时，而且布
的时候有一点慢出哦。哎，因为他真的也比较慢。好，那体谅一下嘛。他其实他心里已经到了，但是手会稍微慢一点。我跟你讲，慢出没有关系。好，那你要慢回答才行。剪刀石头布，2022。然后阿妈是说，2022，2022。但我们现在是400-400嘛，平手了，平手了，平手了。还有啊，这一局的玩法是我们要3-3，要选出一个计分员。交给他算的，交给我。哇塞，这怎么算啊？告诉大家，这一关。没有100分哦！哦，反正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控制哥啦！哇塞！我们要出什么让他们比较难算？给你算嘛。那我们就开始拿给他看，算的时候正常嘛。然后等他这边一转过来之后，我们有些人这样子，有些人这样子。两个布，一个剪刀，两个布。确定？这个很难。这个真的好考脑力哦，好可怕哦！我想起了对决了。3-2嘛，第一 round 就是我跟阿翔，然后第二 round 是他跟木青，第三 round 他跟社长，可能不用到第三 round 啊。如果你派社长的话，让他当你。不要！我就是烂，对，我就是烂，可以吗？剪刀石头布。我有26，264。好，这是布。好，我赢了！你赢了！这一招有厉害，真的。请问两队，你们接受奥博吗？我接受。但是一定要在面前奥哦，你不能在后面。可以。刚耗子喊246的时候，我就很有点生气的看着我们队员，跟我刚刚跟讲不一样。真的超难！哦，原来是他算错，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以耗子答案为答案。超难！好，下一段，阿妈，哎，社长，没戏耶！哈，怎么办哦？怎么办？这是有几个数字啊？就紧张了啦，给他们现在想要奥博要怎么弄？真的，对，没有人要拿得过你，真的。你要好了啦，是要多奥啦，凭实力好吗？好了。怎么办？来，大佬，第二 round 由社长对上阿妈。阿妈是不是有点紧张？阿妈很紧张。然后社长也很紧张。你冷静算呐。对。哎呦，我遇到算数我就很慌。阿妈加油！慢慢算啦，就慢慢算了。很慢呐。重点是对就好了，对。剪刀石头布。642，恭喜！624就24，你算第三了，你算接近了啦。这是你最接近成功的一个，你我这样子你都可以猜到600多，你真是厉害。第三了，我们真的600分，不要二十了，不晃，直接队长 OK 了。队长过来看着我，不准看他们。20，这是2。哎，回去了就玩真的，玩真的，不能讨论。剪刀石头布，六百六，恭喜陈浩清，哎，这一轮大家表现蛮好的，我们其实我们三个完全没有讲好，那你们比较好算，还有默契哦，哇，厉害，一比赛，好，我们下一轮加油，没关系，很好，600分是吗？你很冷静哎，你就赢0.3秒而已。你看我多想赢就好。你真的很想。前往下一站，上车。好紧张哦。不用紧张。好累哦。我还有劈腿，这个我一路都可以吗？很好，很有趣。我希望呢，我们可以这样一路这样输，然后最后再翻盘这样。应该比较属于我们这一组的命运。好好玩哦。好紧张哦，跑不动了，然后玩这个也玩得屁屁串满身汗。队长，剪刀石头布，220，还没有分数你就
没有分数我就忘记了，太泄气。他就是驴子，前面没有红萝卜他就没动力了。往下一站咯。好，应该也是一小时吧。一个小时要到哪边啊？台中啊。这可能就是饭店的所在地。你怎么知道会住饭店呢？营的感觉就是。他就是晚上一个有饭店，一个有一个露营嘛。那哪这附近哪没有？一个饭店，一个露营。应该是苗栗。不是有消息说是野溪吗？这附近有什么可以野溪的？这个你们不用关心啊，那是我们的事。对啊。最好多出一点那一种要凭运气的啦。哦，是哈。我们这一组应该是。可是不能把运气讲出来，不然他就会。哦，就没有。哇，你好会哦，谢谢队长。这一组只有我，你们两个都是。啊？所以你们这组是看阿嬷的吧？哦，对的。好像是。哎，不，他是你们是看社长的。看社长的。觉得你偏离谱。牛磊跟叶龙。这一家，我们知道什么以前外婆生日什么谁过生日重大庆典结婚什么都是在这边放。你这次为什么要来吗？今天是闹着玩两周年生日，也是算是生日宴了。哇，恭喜恭喜！两队的得分。对，这一关我们玩的是现在不能说你我他。只要说一次扣200分，我要吹哨喽！哇，这很可怕，好恐怖，会放松的。耶耶，来老板，没有没有，哎，别有别要，很好很好，可以可以可以，哎，兰博兰博 ，Jason 扣200，永烈，跟微醺，想队长讲，漏洞在那边。阿嬷就对了。OK， 你要说什么？他都好好说。好，木工自破啦。对对对，六分点。啊，我有。哎。两个同时中间怎么了？阿嬷在讲，阿嬷在讲。不要讲话，都不要讲话。怎么不要讲话？不要话。OAG， 有弹性。不讲。来，南瓜跟汤圆。不讲。南瓜汤超甜，恨天之外，里面很多。海鲜，你说这是？不如这关结束之后，就在这一队直接去饭店就好了，好不好？这样吃多菜幸福。这个是什么啊？讲太快都会紧张。吃吃看嘛，好吃哎，就这样，好吃好吃好吃。绞筋脑汁，要挑断谁的绞筋？每个人，而且象棋呀，绞筋很好吃的，绞筋的胶汁，胶很香，有够浓的，你试试看。来来来，翔翔来出绞筋。妈，看清楚，那不是绞筋，海参，海参。翔翔来吃海参，好紧张，没吃过饭这么紧张，好脆口哦。大家还有几关？这是本队最后一关，不互相责怪。因为本人付600。云心，请说口感。我选新鲜、Q 弹，配泡菜，更对味哦。木青推荐哪一道菜？哎呦哦！木青推荐，真的都好吃哎。因为木青超爱吃板豆的菜。我要吹哨，大家就可以放松了。好，吹吹看。太快了！我跟你讲，南瓜很好喝的。我跟你讲，第一 round 是折分，谢谢哈，个人包办600。聊不怎么样，好像聊不怎么样。谁知道？小心词汇，石头虾。来喽，来喽。哦，虾子有放一些葱姜蒜在里面的啦。有有有。哦。真正的大山哦，国欢腾啊，哇！这烟也太多了吧，我最近在戒烟呢。靠社长了，吃这200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么生气？看看，小子，看看什么？看看什么？板子。大家冷静，看看这石头虾。这一辈子，所有人都没看过石头虾。没看过。在哪里看过？上海。他们。还好有。永烈，想跟永烈聊天哦。里面是烧热的石头，然后利用水蒸气把虾子焖。传统菜吗？是我们的招牌菜。哦。
吓死人了！不要骗！是哦。哎，先来。他说什么？安安。永烈先吃，永烈先吃，阿嬷先。那这个同桌，你想要谁播给你吃呢？讲出来。耗子哥，你叫耗子哥。你说，哎哎哎，你哎，对不起，因为他是拜托的。哦。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请问可以放弃队友吗？交换，交换队友。不过提供我来，过来，没有比较好。烂，这个虾很脆，很新鲜。谁想吃咸的？谁想吃甜的？你刚是甜的。我想。感觉不孤单，甜米糕跟甜米糕，想想吃咸的，这个美女多发感。很 Q 弹，甜米糕，甜米糕看起来很特别，贴起来像马吉的感觉了。哦，米很扎实，蒸过，对，蒸过。甜的很好吃，甜的真的好好吃。甜米糕你们不常见吗？啊，甜的比较好。它是紫米，对不对？很少。大家怎么口感变得那么流利呢？一句接一句呢。我们从小吃到大，就是这种版的啊，米糕一定是一片一咸的。你是说苗栗吗？是说苗栗还这样吗？就是这样子。我也没看过。可是，在想陈家那边，应该没有了啦。哎，我喜欢上面这个韭菜，韭菜很棒，这个超棒的。我觉得这个米糕加韭菜，我很喜欢，你们也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你我大家都很喜欢。那我就放心了。你吃看看，你也吃，你也吃，你也吃。开始了。屏风的家乡味，慢慢加，甜的比较有嚼。对，大人喜欢吃咸的，甜的都是小朋友把它吃掉。把它吃掉。哎哦，阿爷阿爷阿爷，哎，我，你又老了，你两个。管队呀，游泳灭真好。本人最喜欢这个假包，吃起来很像婴儿一般滑顺。婴儿，婴儿的肌肤，表面的那个质感。好了，想。换另一个人，有力又有感觉了。没有没有，有没有感觉？泡泡没有，没有阿石，再想换。换面那层面衣，如何？对，酥脆啦，还有甜味啦。Jesse 最喜欢吃什么？虾子、假包。你分得清楚什么叫做鲍鱼跟九孔吗？鲍鱼跟九孔的分别在于说，鲍鱼它那个。不喜欢，木青队现在是负两百分哦。哎，本来有多少？26、80，负1000分。还是800，是不是？体能太靠你了。好好，谢谢队长，这么低人心都没有怪我。队长，人家队长输了1000分，还笑口常开的，你看你。慈母多败啊！这边有，我是通宵人。啊，对不起，你知道这里有个彩虹桥吗？我知道，而且这个在我外公家不远处。最热的一关了啦！你看你陪云也没有啦。哎呦喂啊 ！Oh my god！ 来，跑起来啦！冲到海里走。好热。两个干嘛？他笑我，开始跑，很没礼貌，不可以。这一关叫做德智体美，也可以叫追赶跑跳碰。哎呀，你能我。来来来来来来天哪，原地转五圈，我就倒在地上了，我两圈就倒了。那问题会是什么？不能跟你说啊。好，那我先跟你讲，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好不好？我第一个好，绝越后面一个。我第二档是谁？他比我啊！你们两个交换。我。
对我这么有信心？什么？不合理的？不是，我是觉得前面的比较题目比较简单。棒是这样排啊？对对对，这样子是吗？然后排第十，刚好对到陈敏玉，然后就等于说他那因为陈敏玉是最快，没有人对，嗯，就放弃，对，等于放弃，然后其他三个要拿，好，尽量拿到。现在每一边的第一棒都派好了。是由陈木青对上哦，西卡老师，哇哦，哦，这么犀利哦，这样子可以吗？这两个不要怕，不要怕，通常四肢发达的，头脑都简单，不用怕。来，第一题，请说出三个字的国家名称，请转圈，一、二、三、四、五。可能是我小时候学芭蕾。什么？你小时候学芭蕾？我转起来就像一个大陀螺。第二关是谁？我。好，排除千玺、队长、队长也有面。这两个很弱的，对不对？你字正腔圆的念出老梗绕口令，请转圈。五、二、三、四。他还招待了，他根本就不敢来面对。你以为你没抢到就不用念吗？钢杠荡，钢蛋，钢蛋，钢蛋蛋，钢蛋蛋，那我们赢了，两百耶！刚才杰西那个后劲真的好强，我快笑死了。请说出三个加起来220或2的成语，比如说。百发百中，加起来200。譬如说，十全十美，加起来20。太难了吧？譬如说，一心一意，加起来2。我说过的都不能再说了，请转圈。